组周边安全威胁的方式来升级自身军备，增加防卫预算。而此次之所以急匆匆地要提前部署反舰导弹，名义上是保护自身安全，实质上是为了更加紧密地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。对于日本的军事动作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，日本一些人长期渲染炒作所谓外部威胁，借此谋求自我松绑，搞军事安全政策突破。我们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，诚实履行专守防卫承诺，以实际行动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。